欢迎大家收看乔林日志。一二三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乔林日志。今天乔林是带大家来新加坡的，这边是Raffle City 新加坡，对，然后我今天来这里是有目的的，我们要去吃，这里在哪里？好，我们现在要找 B1， 我们要到楼下去吃八方云集，可是它在新加坡叫御八方，然后它老板跟台湾的老板不一样，好像是大陆人，所以我们要来用台湾的舌头两个人，然后我们来评论一下它到底好不好吃。 OK， 那我们这就走吧， Let's go。 到了耶，御八方，可是它好像它有座位吗？没有座位。御八方它是没有座位的，那我们买去哪里吃？我们家吃御八方，还是我们先去点那一份然后再回来吃。等一下，他说没有酸辣汤，所以卖完了吗？嗯，酸辣汤卖完了，也太快了吧！酸辣汤卖完了，还有什么卖完？这上面是什么？很多酸辣鹅肝了。那我们要现在买吗？我们要现在买吗？什么东西收澳？两个汤都卖完了。包括阿阿婆嘛，一个好像一个阿婆，一个水饺的口味。嗯哼。两个阿婆可以。后面有包子。你拿一下那一张。那个那一张。我太有爱了。这是哪一个？韭菜的都没有。韭菜的没有了。应该是没有卖。这个卖完了，还有这个也卖完了。我觉得是现在没有卖，它不是收澳，它是哪？然后汤，这两个汤也卖完了。为什么是猪肚酸萝卜汤？猪肚萝卜汤跟酸辣汤卖完了。还有这个在包围。Oh my god！ 所以我们要现在买吗？不要吧。那我们去吃鼎泰丰好了。买回家如果。我们等一下如果要买的话要买什么？一份这个。这个招牌。还是你要吃辣味的？它有双拼哎，任选两个口味。好，那不然一份双拼。一份双拼你要哪两个？就辣味跟招牌。各一半嘛，四颗四颗。它一份是八颗哦。四颗四颗，那水饺嘞？可我觉得里面料都一样，只是一个是锅贴，一个是下水煮。对啊，对啊，但是我很喜欢吃水饺。像你啊，你要吃水饺吗？你要吃鲜虾吗？汤冰室没有卖。哦，哈哈哈，所以现在只有这四个口味。还有三个。OK。哦，只有这三个，然后韭菜卖完了。那这个也，这个也 coming soon 啊，所以没办法选辣味啊。哦，那就只能点绝味了。那就这个跟这个各一盒，八个八个，然后水饺再一个。水饺你要这个还是这个？这个。这个，所以一个经典锅贴，一个黄金玉米鸡肉锅贴，然后再一个招牌水饺。嗯。那我们先去吃鼎泰丰。好，先去吃鼎泰丰。OK， 好，我们来了御八方，御八方只有外带，所以我们现在没有要外带，然后就想说我们先去吃鼎泰丰，然后吃完鼎泰丰要回家之前，我们再来御八方买锅贴带走。对，那我们预计买三份，不知道到时候还有没有买。对，不知道到时候还有没有买三份，所以八三二十四，24颗两个人分，所以一个人12颗。好了，我们先去吃鼎泰丰啦，鼎泰丰到了，鼎泰丰在。这边鼎泰丰，好，台湾之光支持台湾之光，好，我们去吃。
鼎泰丰了，跟大家说明一下，像在新加坡你内用可以五个人，就是有接种飞行五个人，然后餐厅会就是把关的很紧嘛，所以你要给店员秀说你有打雷星的记录，然后新加坡是 Chase Together 上面你点进去它就有打第二针的日期，对，然后你就秀给他看就好了。对，那如果没有的话你可以带那张纸，因为你打完第二针的时候他会给你一张A4 纸，就是证明说你已经打完第二针了这样子。那我们现在就点餐吧。好，今天一个悲剧，八方跟鼎泰丰都没有酸辣汤，酸辣汤今天卖完了。然后我们今天点馄饨汤跟馄饨面，然后还有两笼猪肉的小笼包。好，先上菜喽。好，给大家看一下，这个是鼎泰丰的餐具，这跟那个金沙酒店的一样，他会给你酱油加姜丝这样一套。耶嘿嘿，小笼包来了，吃吧吃吧。我们今天一个人吃一笼小笼包，我的是馄饨面。这个是菜肉馄饨汤，等等等，我的馄饨面还没来。嘿嘿，小笼包完食。我们今天两个人吃41.67。嘿嘿，我的鲜虾馄饨面来了，鲜虾馄饨面是11块。你猜它有几颗？一颗、两颗、三颗、四颗、五颗，你的有几颗？里面有五颗，然后一份面，你的有八颗，开动。鲜虾馄饨面，都没吃馄饨。41.67的新加坡的物价，
然后我们现在要去买玉发霜，我蛮饱的，我有点饱了。那煎饺，哪一份煎饺的？那就是一半一半那个，然后水饺就是没得选。水水煎饺八颗，水饺八颗，这样吗？啊，我不应该跟你讲话，我忘记我刚多少钱。好，等一下再算就好了。这个加上那个吗？好好，我都先付哦。好，我们现在去玉发坊，它刚开幕不到一个月，好像一个多礼拜而已。而且这个礼拜一才开放，就是可以用餐。不过它是外带啦，所以有没有内用都没关系。Oh my god， 全部都卖完了，真的假的？呵呵呵，吃不到了吗？我们拍一下包饺子好了。那可以问一下吗？全部都卖完了吗？冷冻的可以买吗？这边没有卖冷冻。OK。你们老板是大陆人还是台湾人？新加坡人。新加坡人。OK。真的是卖完了，残忍。好，我们今天来吃玉八坊，隔一个多礼拜吧，快两个礼拜。锅烧炉很有名，对对对。我们要找手扶梯。是这一条，对不对？我印象中，嘿嘿嘿，今天不用排队，爽啊！酸辣汤又没有吗？酸辣汤在哪里？没有了。今天也太快没有了吧？你的应该是嗯哼哼。这要吃什么？韭菜吗？韭菜锅贴。没有那种凉的，不行，他现在把它遮掉了。那就我想吃韭菜水饺，那就韭菜锅贴。锅贴，哎，你吃辣吗？它会很辣吗？太好了。哎，可是那上面有一半一半的。那、啊、可是它就贴起来了，那上面它又不会贴起来。哦、嗯，可以一半一半的吗？锅贴？对，锅贴是一份的吗？一半一半吗？可以双拼吗？哦，暂时没有吃。对，你要原味辣味，辣味比较好吃。我想吃韭香哎、欸，韭菜跟招牌水饺。没有辣味哦。哦、也没有辣味。那就韭菜跟招牌水饺。好，好。好的，到这边 OK。韭菜锅贴、招牌水饺、招牌水饺，你要套餐的吗？套餐只要一块多的蒜跟一个豆浆，加多少？一块钱，一块钱多豆浆啊，两个，多两个豆浆，多一个豆浆和一个蛋，你要几号？有蛋吗？一块钱多蛋，有一个蛋一个豆浆，好，那各加一块。OK， 一个招牌，一个韭菜是吗？对。然后一个水饺，招牌，一个韭菜，你给我再放一个装的 container。哦，你要装这个、啊？嗯，一个韭菜，一个水饺，招牌的。对，两个套餐。对，两个套餐。嗯，23.8元。好，你先喝。豆浆我们是放糖的。哦，好。我们来看月饼，这是 Benna Solo 的月饼。哦，这样一盒要44哎。有小颗的。
他说没有，那边有卖小的。哦，这蛋糕，蛋糕一盒16克。蛋糕，这绿色蛋糕。它的保存期限都什么？在底下，你看一下。没有。It's not long 啊。周的。绿色还是黄色？你要吗？一个。现在 10% right？ 10%。可以穿穿的。No 10% 吗？ OK。10% over， 对，四粒以上都有。所以是这个价格应该有。哦、oh, ，那我要一个红豆沙。榴莲会很臭吗？会呀、啊。它是像莲蓉的，不是单单的莲蓉。哦、oh, ，莲蓉是绿豆，黄色那种。我们的 order 好长啊、哦！耶、yeah, ，舒服的面包，手指面包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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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。哒哒哒哒。哦，好亮。
坡人，可是这个牌子是大陆过来的，然后跟台湾的八方云集很像。然后我们今天点了招牌水饺，然后跟韭菜的锅贴，然后我们吃起来觉得跟台湾差很多。然后第一个，它的皮很容易破，台湾的皮比较结实，有嚼劲，有弹性。然后这边的锅贴也是，它合起来的那个地方没有很好，所以一夹就会打开，所以里面的料都容易散开。然后觉得，而且吃起来比较没有很扎实的感觉。然后它这个豆浆是甜的，没办法选无糖，台湾可以选无糖。然后这边的茶叶蛋，我觉得颜色有感觉，很好吃的感觉。然后可是味道没有，台湾生面那么好吃，它的茶味没有进去很深。然后我们今天很可惜没有喝到那个玉八方的酸辣汤，然后我们今天喝鼎泰丰的酸辣汤。鼎泰丰的酸辣汤就是100%还原台湾的，所以还是好喝。然后我们今天点的都是小碗，7块钱新币，然后还要再加7% 的 GST。然后玉八方的分数，我会打5.5分啦，你会打几分？3分，我快要打3分。好啦，有点失望，还是我们对他的期望有点太高，太怀念台湾的八方云集锅贴跟水饺。好，我们今天点的套餐是招牌水饺，然后加1元，原本是10.9块，加1元就多一个茶叶蛋跟豆浆。所以如果你单点锅贴的话是10.9块，然后因为我们今天有加1元，所以多了一个阿里山日出茶叶蛋跟一个研磨豆浆，豆浆是有糖的，没办法选无糖。对，我们今天点两个套餐，所以是2个11.9块，然后我们两个人吃，所以一个人11.9块。然后它刚好是八颗水饺，8颗锅贴也8颗这样子。然后它现在没有 A6号餐，如果 A6号餐的话，锅贴可以选2个口味，就是4颗4颗，可是它现在没办法选，所以一定要这个8颗，然后这个8颗。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按订阅、按分享哦，还有记得开启小铃铛，我有影片上传的话，会第一时间通知你哦。